勤奋点。外冷内热，电子书，网购，鸳鸯锅，草原，牛肉，羊肉，还有虾肉，麻酱，海鲜酱，还有蚝油，李宁的一身衣服，外套，鞋子，包包，法语，没有，想起什么哼什么，没有。我叫AYunGa， Bonjour， Merci， 两条，刘华老师的兄弟。二十，其实要工作一直不看手机都可以。是，强迫症，委屈。快的呢，比如说躺到沙发。我微博基本前五条都回，很少。感恩，你们真好看。好好吃啊。多吃点，多吃才有胶胶。